有一种树叶既可养蚕又可以入药，猜到了吗？没错，我就是桑叶，古籍中称我为神仙叶。现代研究表明，我富含粗蛋白质、粗脂肪和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，被誉为氨基酸的宝库。你可以用我来泡茶，清肺润燥，预防感冒，也可以将我切碎倒入面粉中，揉捏成清爽可口的桑叶饼，清肝明目，美容养颜。桑叶茶，用干桑叶或新鲜桑叶开水冲泡，用量为每日10到20克。新鲜桑叶可加倍，清热、生津、止渴，对治疗糖尿病具有显著作用。